今天有那个探险活宝的那个玩具，所以我来了麦当劳这边。那我去买了玩具回来。在麦当劳有一个，就是探险活宝的那个玩具，然后就是我在在麦当劳买完了这一张，然后给大家看看一下，它长怎么样。然后也是跟以前一样，就是只要买套餐，然后再加49块就可以就送一支玩具。那玩具基本上都是可以选当周的款式，选了一个伸缩老人。基本上这一次就是澳洲版的样子，然后可以拉长，可以扭腰。然后因为它靠下面的尾巴做支撑，所以它可以轻松地站在地板上这样。然后它四肢也可以扭动，所以大家可以去玩一下这样子。然后盒子也换回来了，这个版本的，它是双面版的，大概是这样。我要把头套摘掉了，各位拜拜。